五行至尊圣王鼎，自始皇帝流传至今。相传啊，里面封印着神秘的力量，获此力量，便可号令武林，一统天下。此鼎一直由五行世家看管，今目天下大乱。 基于圣王鼎御风神捕出手夺鼎，一场鏖战，五行世家高手尽失，圣王鼎不知去向。据传言，圣王鼎早由穆家高手送回祖地，并用独门秘法将开启信息封印在玉胎珠内。20年后的奉天，玉胎珠出世，各方势力闻风而动，而我火小邪。 意外卷入其中，开启了一段神奇的旅程。打倒火豪！打倒白骨贼！打倒火豪！打倒白骨贼！哼，到时候我把东西藏起来，小心车！就是说你，小心点，看着呢。走，去看看。哦。哦。 哎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大哥，咱们真没钱了，钱都买馒头了。知道明天什么日子吗？哎，大哥，咱们都有节儿没名儿了，管他啥日子。就是。嗯。明天呢是义父60大寿。你们几个都忘了是不是啊？义父从小带到大，每天不愁吃不愁穿，还叫我们识字，就你们这几个。 大哥，你说的对，义父就爱吃点点心，要不咱弄点点心提了去？哎哎，大哥，你看这不错，那绿的，那个红的都不错。不行，这种次等货拿不出手。走，搞点稀罕的。左边一点。哦，都紧张着点，快着点。灯笼快点挂啊！哎，好嘞。 没事吧？哎哎哎！你们两个毛毛躁躁、笨手笨脚，这几天人多，都机灵着点，快着点啊！哎，知道了，刘管家。老爷，警察署治安大队队长郑泽道求见。稍等，四爷，郑队长到。 郑队长光临寒舍，有失远迎啊！署长命我为镇宝阁拍卖活动保驾护航，则道听和张四爷吩咐。这次有劳郑队长了。我想检查一下贵府的安保措施。你会下棋吗？略会一些。陪我下完这盘残棋。 包子，热乎的包子看一下啊！包子，热乎的包子看一下啦！麻烦让一下。包子，热乎的啊！ 包子，大哥，哎呀，行了，走吧，有活干嘛？大哥，好几天都没吃饭了，别再吃啊！大哥，行行好吧，别掉饭去。行了行了，大哥，行行好。走。来姐，水来了，赶紧过来打水啊！哎，好，哎，来了，快过来打水。来了。 哎，过来几个人！哎，好，走，快啊！来了。四爷，您看我设下这些宝物，哼，就你这些货色也敢拿到我们这儿来拍卖啊？我看你是穷酸到头了。嗯，嗯，这四爷。 你要是看不上，你别毁了它呀！这我带走便是啊。带走？就你这些个破烂货，也是能够随便在我们这儿进进出出的？使不得，四爷！滚！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啊！这怎么能这样？是。 走，师傅，四爷！哎，一子不可二用，该我了。张府的安保密不透风，郑队长不必担心。百密又一疏，保险起见，我还是检查一下吧。周先生。 四爷，派人带郑队长到处去看看。是。来人，在，带着郑队长到处看看。请。四爷，这几日在街上闹事的学生越来越多，我已经知会警署去处理了。几个穷学生能起多大的浪？还有一件事，得知我们要公开女神浴，日本人很不高兴。为此，大帅派少府官多次询问。四爷，您看。 找到圣王鼎，女神玉是关键。能解开这个秘密的，也只有五行世家的人了。四爷，您这招就叫做引蛇出洞吧。哎，愣着干什么呢？赶快烧了干活去，别墨迹啊！我拿你一些贡品去孝敬我师父，他老人家大寿，您懂的，您慈悲为怀，不会怪小爷我的。嗯。 太甜了，够了，多谢，够了。你去收拾一下佛堂。是。我堂堂水家大小姐都在这一个月了，那东西到底在哪儿呢？ 还说什么这里能碰到我命中的大英雄？哼，都是骗人的。哎，贪嘴猴，竟然敢在这儿偷吃！你还不是一样？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什么东西？把这给我！给我！那么差，还敢偷吃？哦，小姑娘家哪那么多废话？哦，小姑娘，你真笨。 警长这边，时间也不算短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你乌鸦嘴，会不会讲话？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这跑，快走，快，快，那边，先走，站住，站住，走啊！快，别跑你！ 别跑！上！往哪跑？你站住！快快快！走那边！来啊！站住！站住！去！快！哎呀，他跑了！怎么样？人呢？大哥，那小子跑太快，没追上。今天这件事儿，以后谁也不许再提。要是让四爷知道咱们家里进了贼，谁都没好下场。是，走。 走。少爷，那小子答应帮咱们了吗？刚才没谈这事儿，先把他送监了。 挫挫他锐气吧。嗯。可为了女身玉，咱们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？这是程家的好机会，这小子有点能耐，正好能利用。老爷来消息了，说水妖到了，要你把握好机会。我自有分寸。走，快进去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 我干什么？拿我多宝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还有啊！这些学生干嘛不好，偏去招惹镇宝阁的张四。听说那张四把咱那些好东西都倒腾给日本人了，这些学生们便游行反对他。哎，这年轻人太单纯，胳膊怎么可能拧得过大腿呢？ 快点，老实点！哎，都给我老实待着，听见没有？再瞎喊我就打死你啊！哎，都客气点，别动手。哎哎，是。好茶。叔，我想求您个事儿，能不能把火小邪给放了？哦，你是说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臭小子呀？嘿呦，你说他三天两头净惹些不好惹的主。哎，张四爷，你知道的，上面有人，这事儿可不太好办呀。多行不义呀。嗯。贤侄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没事儿，喝茶。滚！拿来。我让你拿来，你耳朵聋吗？ 说什么、啊？别打了，我把我的也给你，还不行吗？谁敢动？滚出来！哎，是小妖我，火小邪，又是你！ 你们抓住他！都给我老实点！叔，张四仗着有日本人撑腰，飞扬跋扈倒卖国宝，现在可是被大家恨透了。您替他办事儿，只怕得不偿失啊。日本人迟早会滚蛋的，您应该多为以后考虑考虑。 那你的意思，放了火小邪和那些学生，名和利可就都是您的。哦。怎么样，神父？他同意释放学生了吗？真是个蠢货！ 臭小子你！放开我！你这吃软怕硬的蠢货！放开我！住嘴！呀！住吧！住吧！ 胖子是张四爷的狗，故意找学生麻烦，火小邪就跟他打起来了。这能忍吗？住嘴！住嘴！看样，快住嘴！打他！快！大爷！干嘛呢？干嘛呢？都别打了，松开！ 吃你！跑！放裤子！走走走，放开！跟我来。这什么啊？ 张府明日有场拍卖，我负责安全保卫。这是张府的地图。昨天呢，你说我是贼，称不上行侠仗义，不光彩。可是我偷的都是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王八蛋。瞧你穿的这一身，多帅，真像一条看门狗。除了帮张四爷横行霸道以外， 也想来教训教训小爷我，是不是？来，来，把小爷我抓回去，好不好？不要在那边假惺惺，看着就恶心。嗯，匹夫之勇，有勇无谋。我就是匹夫，但是我听得懂学生们讲的话。张四爷就是个卖国贼，把我们的宝贝卖给外国人，而你，就像他的小白脸。 跟戏里的奸臣一模一样。你还懂戏？我懂忠义廉耻，道义有道。好。张四爷的府里有个宝贝叫女神玉，表面上他要进行一场拍卖，其实已经和日本人进行了交易。我不希望国宝流落他乡，但是我这身衣服不方便。 所以，我希望有个人能帮我。我，因为你很聪明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能明辨是非，道义有道。怎么样，愿意帮我吗？你是帮过我，小爷呢，也不喜欢欠人家人情，但是也不喜欢被人家耍。事关身家性命。 你好好考虑考虑。张府的地形复杂，机关颇多。这份地图，我标记了所有危险的地方。如果你明天要来，就在张府的侧门留下印记。如果你说如果我去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来，给我一张，给我一张。我们把更多的传单发到大街小巷，让更多的爱国人士来帮助我们。来，我也要一份，给我一份，别动，给我一份，给我一份，都别动，都别动。 安静，大家安静，听我说。这位是郑警官，就是他把我们从监狱里救出来的，他是好人。我明白，你们爱国心切，但是你们这样做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拯救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力量。你们爱护国宝。 但方式有很多，请你们相信我。你跟我来，你相信我吗？当然了。这个事情如果要做的话，就必须得这样。哎，大哥，你那盒子里是什么好吃的啊？就不告诉你了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 看着他，小心点！这娘们谁呀？走。哎！不！哎！哎呀，黑三别姑奶奶！ 您让我进张府，得了，干脆给我来一个利索点的啊！奉天三指流，你也算是个人物了，没想到竟是个下三滥，到底去不去？我金盆洗手了，江湖上的事儿，您另请高明吧！啊！一日为贼，终生鼠辈。 这江湖就是你甩不掉的尾巴。哎，我这尾巴早叫别人给割了。别说我不能去，你最好也别去。你看你长得貌美如花的，万一弄成我这样，多可惜啊！啊，还得硬哎呀呀呀！今天让义父好好高兴高兴。师傅，我们来给你祝寿了，开门呐！哎，祝什么寿啊？老子现在没空。我们可没有空手来，我们带了好吃的，你闻到没？这是你日思夜想的好东西，香不香？这油可用得重，好点心。 衣服可真厉害，不愧是吃百家饭的。师傅，快点开门吧，这可是大哥拼了命。走，别说。哎，我说你个兔崽子，什么意思啊？是瞧我岁数大了不值钱了，拿着几个破点心就想蒙我？赶紧滚蛋！好，师傅，东西我们放门口，改天再来看你。滚得远远的！ 哎呀，师傅怎么了？这不是今天老大们！啊！没事吧？ 哎呀，别动手！你们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拿过来。师傅，怎么回事？ 怎么回事？没长眼睛啊！啊，哎，这位黑三鞭黑大侠，哎，你师父名声在外，他仰慕已久，专门来请我出山去寻宝。所以啊，没什么事，你们赶紧走，今天晚上不管饭。哎，人家来祝寿，哪有赶人走的道理啊？小兄弟，进过张四爷家？废话，胡说！嗯，张四爷家能随便进出的吗？啊，能随便进张四爷家啊？常言说得好，宁拆奉天府，不摸四爷门呐。嗯。 我跟你说，张四爷那府上，他那个豹子拳，吃人不吐骨头，谁一进去谁就得死。就你话多。说，张四爷佛堂中供的什么佛，烧的什么香啊？如来佛，3尺高香。 见过吗？见过，在他佛堂里就有这个图，盖着个半身高的东西。火小邪，你还真进去了？火小邪？对，烫手的火，邪门的邪。好个烫手的火！姐姐不会让你白忙活的，拿着吧。做梦！闭嘴！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是说他的话你不能信，他也吹牛。即使要去，也应该我陪您去呀。您想想，张四爷家那藏品万件，步步是机关，你要听他的话跟他去，要万一出什么闪失，搞不好连性命都丢了。哎，我是老底儿，但是常言说得好啊。 姜是老的辣，我老积福利，老马识途，我老死的！放开我师傅！跟他别了！哎，别！动别动！动别动！小爷帮你，但你得先放老师傅。三指流，收了个好徒弟呀！哎，过奖。这老头先帮你们照看2天。 等你明天陪我去张府办完事情，再把它还给你。走。走，躲开呀！大哥，咱明天真去啊？不去，师傅怎么办？那黑三鞭看着就不像个善茬，可是。 可是张四爷更虚，你师傅白养活我们了，怕死你就别去。谁说我不去啊？行了，都别吵了。明天见机行事，师傅的命不能不救。血寥寥都无痕，涓涓流水向上洗墨，发色终相衬。滚滚红尘画的逼真，谁是画外人？总有些人说旧闻，不甘平凡做个庸人，却做了凡人。恍如其身，时空一轮，转不过乾坤。东南西北，木火间，水土上杏花村，藏着无心书一本。 千山暮云乱世，刀起便可发生。无声土，一场雨，草木也可扎根。独生水正权谋，卷起心中尘。水生火，以一脉诛仙，熄灭心中恨。火生金，九阴无之魂，醉人只在心。 血寥寥都无痕，涓涓流水向上洗墨，发色终相衬。滚滚红尘画的逼真，谁是画外人？总有些人说旧闻，不甘平凡做个庸人，却做了凡人。不及身，时空一轮转不过乾坤。东南西北木花间，水土上杏花村，藏着无心书一本。千手暮云乱世，刀起便可发身。不胜土，一场雨，草木也可扎根。土生水蒸权谋，卷起心中尘。水生火，一脉逐血，熄灭心中恨。火生金，酒一壶。 魂淬炼，只在心。